好，下面有请下一位节目。这两个演员啊，要着重介绍一下。站在我这边逗哏的这个人，是男儿身，女儿心。说句文言啊，就是 gay。咱们待会儿又来看一下啊。捧哏的这位也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号，说出去都知道，弱智。哎，他们两个会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？嗯，期待一下吧。下面有请董建春、李丁表演新旧叫卖，掌声有请。谢谢各位啊，刚才二位啊给您表演的这段节目叫报菜名。菜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。这用我们相声来说，这叫贯口节目，跟灌肠差不多。演员在台上康康康康好几百句，窜稀一样。你有句啊？不是，我看刚才气氛有点尴尬。知道为什么尴尬？您说说。跟各位说啊，啊，因为刚才那个节目呀，啊，是我们大豆赠送的。哎，买五送一，哎，这不是正式的节目。那咱们这节目呢？这咱们这就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，我是正式的演员。他是吧？什么呀？是吧？是什么呀？可是我是赠送的，是吧？对，对什么呀？对，买我送你吗？还买你？论斤卖能卖点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买你？什么意思？就说你非常的廉价。谁廉价？你上哪儿卖？就咱那，你之前，你怎么卖？你论小卖还是怎么？先别提咱俩的事儿。咱俩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先别提咱这，咱主要说刚才看那个呀。批评他们，哎，张口对外，对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咱俩得意见一致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相互诋毁了。说刚才那个节目啊，刚才那个节目就表演的贯口，是报菜名，没错。演员在台上，年轻演员啊，难免的基本功不是特别到位，是嘴里头没劲啊，没错。各位啊，跟您说，在台上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错误，嘴里头如果没劲的话，怎么着？往外喷唾沫星子。这确实是说难听点，这舞台影响也不好。您给年轻厨师一个成长的时间。您厨师干嘛呀？就说这演员一回来之后啊，下后台还得练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还得练。当然了啊，这也就是他崔俊。这要搁李丁儿，搁我没有这种情况。哦，我没有啊，因为这个演员啊，啊，牙比较大。他兜得住。哎，您这是夸我，你就当是。谢谢。不骂他就来劲了。就说这个，还是说刚才那个吧。啊，刚才给您表演一段，您各位也鼓掌了，也看痛快了。是，您换一种形式。当然了啊，我不知道底下有没有老观众啊。哦，要常来的，您可能发现了。发现什么？大豆有好长时间没给您演出贯口了。对，对不对？几个月了吧？不好演，这头一回。嗯。为什么呢？嗯，一个是。不好演。是啊，还一个呢，就是演员风格不太一样。哦，哎，你就拿我来说吧。您呢？其实我也会贯口，都会。我上学那会儿，我经常表演贯口。是啊，现在呢，变形了，就不说了。你干嘛呢？你要变形了吧你？不是怎么了？什么叫变形了呀？不是变形了，哎，变性。哎，这好像也不对。那应该是什么呀？那个叫什么啊？转型了，哦，转型了，就是风格不太一样了。给一半，别老提这个，就风格不太一样了，就不经常演出了。哦，但是作为演员来说，对，必须得会，都得会，这是基本功。是。都学过，可是啊，各位，怎么着？像有的演员吧，
他就不行。不是，有的演员吧，他就一个不会。你等着，有的演员对吧？干嘛你还太挡着？你们家楼都不卖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谁不会呀、啊？干嘛呀？谁不会呀、啊？你看，你看见吗？我看见了，没看见呀、啊？我傻的，我看不见。对呀、啊，对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是会，都会。你会吧？会呀、啊。待会大伙问你啊，相声基本功、说学逗唱你都能来？都能来啊。你刚才说这贯口啊，你会吗？怎么不会？会呀、啊。你还会说贯口呢？我会呀、啊。叫一说贯口一外号啊，丁十一贯。天狗吓死你！吓死 你叫什么？丁十一贯，什么意思？这能说十一个贯口，不多见了。你会十一个贯口？我吓死你了吧？这样咱考一别的啊！我他妈考别的，考贯口吗？不是，他们俩都刚才都说了一个，你再说不新鲜。会十一个呢，会可多了。没看出来，没看出来。咱来别的，来更难点的。更难的，我琢磨一个啊。什么呀？哎，说学逗唱来这学，学没问题啊。学傻子，没，真像。你要死啊你！什么也像？什么？什么叫学傻子呀？宝贝，我这话说错了啊，各位啊，我刚才这句话说错了。傻子他不用学。我就是怎么着？干嘛？你有没有正经学的？给你来正经学的。学什么呀？学的东西太多了，想想说说说。哎，来不常见的。怎么样？叫卖吆喝的。不理你。过去啊，有这种叫卖吆喝的，作为相声演员必须得会。就不不。哎，不不。哎。当然，大伙儿问你，学叫卖吆喝能学吗？不不。干嘛呀你？什么？我问你话能不能学呀、啊？看吧。什么叫看吧？我知道你卖什么的呀。啊，就我知道你是卖什么的。我知道你要我学卖什么的。你解释的太清楚了，这个啊。就是我得提一个内容吧。对、啊。具体的东西啊。啊。我想想，哎，咱们来一个卖，哎。卖这个，卖故意的，卖故意的，咱俩说的是一东西吗？卖故意的，卖故意，什么叫故意啊？就是旧的衣服呀。那词儿太老了，谁听得懂啊？故意，我跟你说一个，大伙都听得懂。你说，五八同城，赶集了。四天四夜想不停，就知道上网分手。都听得懂吗？叫卖故意的，太不具有了，我都没听说过这些东西啊。这咱说的这老词儿，哎，写出来就是估计的估、哦，衣服的衣，哎，旧衣服，就是旧二手的衣服，二手衣服啊，这是过去才有，哦、现在不常见了、啊，或者就没有了。是，哎，卖故意有这么一种特别有特点的，叫对口故意。怎么叫对口故意？俩人唱的，哦，哎，一上句一下句、嗯，讲究撒谎圆谎找钱算账。这我能来，特别的难，没问题，考脑子呢。我撒谎脸都不好。那有什么用啊？我能来，别说这意思，能来，反应快点。学一学，可以。那咱给大伙儿学这个对口故意。对口故意怎么办？把这个当做一件马褂。马褂，过去穿的那个大褂差不多，短的那个马褂，跟唐装似的。哎，哦，我唱上句，您唱下句，你接下句，咱把这马褂卖回去。来吧，嗯，念这上句啊。搭了马的褂儿啊。儿了马的褂儿啊，怎么样？二马褂。三了马的褂儿，四了马的褂儿啊，五马褂儿啊，六马褂儿啊，七马褂儿啊，八马褂儿。来一个，马褂太贵了是吧？不是，你不让他唱下句吗？我要过大马褂，你别要过二马褂儿啊。你把这个马褂啊，什么款式的，什么颜色的，有什么功能，你稍微的描述一下啊。我们聊词儿多了，你非
说功能是那没问题，来吧来吧。来啊，到了马蹄坡儿啊，口袋外边儿啊，挤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。功能嘛，套外边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吧？这意思啊，往下唱啊，到了马蹄坡儿啊，口袋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啊。没袖子那还是马褂吗？咱们成坎肩了吗？对啊，那你唱出来呀、啊？唱什么呀？那是坎肩啊，这不完了吗？我这答案这么简单？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撒谎圆谎，这就撒谎圆谎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接着撒了，受不了了，接着撒了。到了马蹄关啊，套在外边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是坎肩啊，买袍去呀、啊。有领子啊，有个袖子啊，有棉花呀，堆了个堆儿啊，大面的堆儿啊，怎么那么厚啊？这亲娘续的呀，好娘当的呀，买多少钱呢？五六毛啊，那是一块一呀，算上来了，还不能怪我，数学小王子是。找你一块一呀，给你三块八呀，找你两块七呀，我给你126.3毛4分5啊，你刷卡去吧。哪儿有零有整的，算不出来的、啊、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给你稍微降低点难度，降低难度，咱换着卖这么一样东西。换卖什么？卖裤子。卖裤子，卖裤子，卖裤子，卖裤子。来啊，来来来，我要卖裤子啊，两条腿儿的，咱们现在，没有腿儿的呀，那是裙子。两条腿儿啊，裤子一条啊，三条腿儿啊，没法儿穿呐、啊，四条的腿儿啊，俩人穿呐、啊，五条腿儿啊，那是手套啊。五条腿都出来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有五条腿干嘛？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呀？卖裤子的。是啊，这连手套都出来了，哪有五条腿的？那我问你，我来问你，这五条腿啊？你来，你来。啊，五条的腿儿。是啊，来来来，啊，嗯，炒三遍了。五条腿啊，三个人儿穿呢、啊。五条腿儿，三个人儿穿呢、啊。仨人六条腿了，有个瘸子呢，还少条腿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，这你手套全脱了，瘸子都出来了，你手套全脱了，你这不怎么样啊？这不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不怎么样？为什么？这是过去来说，哦，现在没有了，是对不对？不常见了。别说这，哎，你怎么别说这？哎，常见，说点常见的吧。前两天我路过秀水街，哦。碰见这么一种，嗯，也是叫卖吆喝的，哦，它是一种原创新的东西，是吗？不是老词儿了，根据流行歌曲的旋律改编的叫卖吆喝的，卖什么的呀？就是啊，卖牛仔裤，哦，也是卖裤子，旋律比较好听，哦、大伙都听过啊。有一首流行歌曲啊，就是那个尹相杰唱的那个什么《前夫的爱》。这首歌吧，等会儿，那前夫的爱那就得复婚了。什么叫潜伏带？叫什么呀？潜伏带。还有余则成的事儿呢。你这潜伏带啊，就这么一首歌吧。对，该如何转头啊？知道这个，就这个旋律很熟悉。把这个词儿改了，哦，卖一个牛仔裤，是吧？我觉得也挺好听。也是俩人一对一去的，俩人看不出来啊。你给我拿一个这个。还考验我？就考验你了，没问题了。这也没准头啊，也是撒谎圆谎。对对，不是撒谎圆谎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我唱出上句，你只要接住下句，能把这裤子卖出去就可以了。您唱上句，我接着您。就是啊，来吧，嗯，哎，卖牛仔裤啊，牛仔裤啊，还是拿这个。接着您唱，潜伏的爱啊，潜伏的爱。瞧这条牛仔裤啊。瞧这条牛仔裤啊，不足鸡吧你？这样你来吗？我都说了，怎么着？我唱上句啊，
你接下句儿。哦，接下句儿。接下句儿。没有接下句儿，怎么说接下句儿错不了了。瞧这条牛在哭啊，瞧这条牛在哭。瞧这条牛在哭，瞧这条牛在哭，瞧这条牛在哭啊，瞧这条牛在哭哭哭，瞧这条牛在哭，瞧这条牛在哭哭哭哭。哭吧，我被你的艺术深深的折服了。接着下句多好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着？不是那个旋律的下段，那是就是后头的词儿啊，内容跟刚才一样的，你形容一下啊。再来一遍吧。再来啊。瞧这条牛仔裤啊，全都是大粗布。牛仔裤大粗布，这词儿要是凑合可以吧。大老孟来了，往底下。瞧这条牛仔裤啊，全都是大粗布，真正是外国的货，生产在平谷。儿啊，我的爸爸呀，哎呀，还不是这个呢。不是，我都给你气糊涂了。怎么？我捧得乌丢乌丢的啊，你摔得吧唧呀。我这紧着说外国的货，你来句生产的苹果，跟大桃一块出来了。远点不就行了吗？远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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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点。真正是外国的货，生产在内蒙古。内蒙古也不行。外，你把内蒙古话了行不行？外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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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国。真正是外国的货，我的生产在曼谷。曼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看。什么都能来啊！再往后唱啊！往后边唱啊！要问他多少钱呢、啊？您给一毛五，都不够成本费。所以多行，你让大伙评评你啊！一条牛仔裤、啊、卖一毛五，咱会员卡还五块钱呢。咱们没说会员卡的事儿啊！咱大都有会员卡，知道吗？别说了，行吗？这说这意思。太便宜了，哦，贵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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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过成本的，贵点，来吧。要问他多少钱呢、啊？您给一万五。穷疯了是怎么着？卖出一条算一条，天理天理啊！你知道什么叫适中吗？适中土了，差不多。咱们来这个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！一条裤子钱、啊，要问他多少钱呢、啊？您给二百五，你就适合这数啊，谁适合这个？接着往后上来，老太太穿上它，脸上